妈，我采访一下你啊，找了个又懒又馋又不会做饭的儿媳妇，你后悔不？不后悔，后悔啥？妈，你犹豫了，绝交。不后悔。姐妹们，我跟猫哥结婚三年了，仔细想想，我从来没有下厨做过一顿饭。你们说我这个儿媳当的拽不拽？大喵，你说一句。拽。喵喵。快点，你说两句。你婆婆这几年肯定是敢怒不敢言，早就想把你休了。我昨天刷到一个段子嘛，就儿媳妇坐月子，她婆婆不会做饭，又把婆婆的婆婆请过来照顾，这不就是以后的我吗？你说这以后我也是要当婆婆的人啊？我饭都不会做，我怎么跟我儿媳相处？以后你生了孩子，妈妈不过去照顾了，可以吗？你说啥？爱咋咋的。你说不？婆姐，做不做饭真的没那么重要，出不了力咱出钱呀，是吧？那我又没钱呢。那没辙。说实话啊，我是真的挺感激我们两个妈的。就我俩这样的，以后等大喵生了孩子，我们铁定跑路。你跑不？我不跑，我会做饭，我肯定是个好公公。说归说，闹归闹啊，咱也不是那种人。从今天起，我要开始立志跟我婆婆学做饭，以后我也要当一个好婆婆。婆姐真不用学啊，这做饭这方面，我跟你婆婆就能搞定。嗯，不。你这皮肤这么好啊，那做饭的油烟可是会加速胶原的流失啊。那我猫哥一天天可会画大饼了，我也没见你做过饭呀，我现在就找我婆婆学去。之前不很多人都说嘛，没见我在视频里干过活，尤其是做饭只会耍嘴皮子。从今天起我要做出改变啊，不仅是为了大喵，也是为了我自己。大家从今天起也可以一起监督我啊，我要为以后做一个好婆婆打下一个夯实的基础。你加油，先把我们出租房的燃气交上。这燃气2.61元一房，交了80房，也不知道贵不贵。再来买点肉回去炸丸子，绞成肉馅了，怕你自个儿剁不了。又买了点虾跟蔬菜，回去看你表现。过来找妈妈，过来。哎呀呀，慢点。妈，我采访一下你啊，找了个又懒又馋又不会做饭的儿媳妇，你后悔不？不后悔，后悔啥？妈，你犹豫了，绝交。不后悔。这是我们买好的肉馅儿。婆姐，你以后是不是个好婆婆，就在此一举了啊！妈，今天能不能教会我就看你了啊！你要教不会我，以后大喵生孩子，我还得把你带过去。现在紧急培训中。放酱吧，再把鸡蛋，然后把鸡蛋打酱吧。打酱吧。先加一勺姜粉，再来一勺花椒，一勺盐，再来点蚝油跟生抽，然后打鸡蛋。哎呦我的妈！别笑好吗？给新手的教。再来点花生油，加点淀粉就齐活了。哎呀，有模有样的呀！主要是我手胖。起锅加油。下一步，把它们捏成自己喜欢的形状，然后丢进去炸。看着倒是还可以啊。现在婆媳齐上阵啊，一个人捏进度有点慢。准备出锅，出锅喽，出锅喽！我看看怎么个事儿。谁在说我不会做饭来着？来，都出来看看我做的炸丸子。哟，终于吃上妈妈做的饭了啊！妈妈不吃了，你吃吧，妈妈也有。好吃不？味道还是可以的。这可以啊。这伙计还要学一道菜。上汤粉丝蒸娃娃菜。猫哥，我发现做饭也挺简单的啊，从明天起我做。